我就会在脖子加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睡觉。晚安，玛卡巴卡。所以我就会买那种手指粉，这个东西我觉得超好用，当眉粉也当眼影，它刚好三个颜色。师长，我们今天要突击检查。人家问我说我的行李箱哈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，因为我是公务旅行，我会带正式的外套，套装准备好的话，那我就会稍微烫一下，会自己带一个折叠式的旅行用的吹风，它是可以折叠的。我这里面一定会有小被被，就小被被不像盖用的，每个地方它的那个枕头哈不一定睡起来适合我们会舒服，那我就会在脖子加一个这个东西，然后睡觉。很多人都对我的化妆包很好奇，会有个粉底霜啊，会有个粉饼啊，这种粉扑也超好，因为它很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会买那种手指粉扑。哦，超好用，这个东西我觉得超好用，当眉粉也当眼影，它刚好三个颜色。这支口红我也超喜欢，因为它颜色好美，刚好。可是它快断货了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哈。有人可以帮忙找一下吗？小拜拜，拜拜，等你回来，拜拜。